伪装成野人，还有这好东西，吃吃看。变成野人了，我现在就去和野人相认。布丁布丁，你怎么还不出来呀？时间还没有到呢。不对呀，时间还没有到，你怎么出去的呀？我和你重生的点不一样的。走吧，我们一起去抓这些人类。冲呀！我怎么变成人了？难道这玩意还要变成时效吗？哎，小王子，你怎么变成人了？我刚刚换了装扮，这样我就可以冲过去，人类就不会起疑心啊。啊，小王子你好聪明啊，我也换。哦，你别换，要是换了我不就暴露了吗？待会他们发现一个野人都没有，这不很容易就被发现了吗？也是哦，差点我就露馅了，还好这布丁太笨了。野人来了，大家快扫射扫射。怎么又变成人了？难道这个小王子换了装扮？不要抓我啊，不要抓我，走开走开。哎，怎么不打我啊？这个毛豆真的好笨呀，你看你们打我根本没用啊，太笨了。哦，我知道了，小王子你肯定是人变的，小王子你肯定是人变成野人骗布丁的。还好布丁没有听见，不然我就被你气死了。不好意思，我已经听见了。 What? 门开了，你们还不快走啊。打开开关会爆炸，所以我们得躲远一点，以免伤害到自己。冲呀冲呀！臭毛豆，都怪你暴露我，要不然的话布丁还以为我就是野人呢。哎呀，我也不是故意的，小王子你不会怪我吧？我不会怪你，我会揍你。哎呀，溜了溜了。这个怎么弄啊？这不是写了关掉所有的开关吗？毛豆你文盲啊。哼，我才文盲呢。门开了，走了走了。我来开，我来我来我来。啊，嗯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那你和毛豆站一块，为什么毛豆没事啊？臭毛豆，都怪你，先是破坏我的计划，然后又把我炸下去，我和你没完。啊，这不怪我啊。我说过我要揍你的。大妹大妹大妹。打妹也没有用，再见吧。